网络上比较有名的哈，就在这边。有的话，可能我们要外带，因为我们时间没有时间呐、啊，可以带走，下一站可以吃，下一站就有时间吃了。因为下一站我们用餐的地方哦，还有机车要经过哦，我们先靠边一下哦，等一下。我他们要去买哦。对对对。哦。直接往翁楼靠面。哦，真的。但是五月龙也来了，是笑脸呐。大家都不走，赶快赶上来。来，那我们这边哦有冰花，还可以先来去试喝冰花。哪里？哦，那家。对呀，嘿。来，要不收摊哈？要不收摊？来这边试喝哈。掌声特调好，来加好。我们会开花，黄色的花。那底下掉落之后，底下这个会变果实，变大。成熟之后是粉红色，然后就会准备掉落哦。所以我们吃的冰淇淋就是这个 Subtan 有没有？哎，冰淇淋果汁都是用这个果实去做的。哦、哎，好、哦、是这样。哎，那我们再请往这边。唔知影会准不一样开哦，这个时候要念开才有押韵。哎，就是这样的概念哦。然后也可以用说唱的方式，就是用说用唱的都可以。哦、那会准是什么呢？以前的交通工具的统称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船来船去嘛，所以都是岛屿。它、用什么来当灯呢？舵嘛，舵柱，所以舵船会准就是交通工具的概称，哦，是这样的概念，哦 ，OK， 好，那有要参观一下就可以哦。来，那我们要继续再往前走，哎、可以进去看一下。没有，他只卖那个猫咪嘛。那还有那个。